妖孽！你竟然藏身于我琼华之中，总领是公惨死妖兽，就注定我与孟墨瑶之仇不共戴天。师兄，子英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子英，苏珊是和临终前让我切记，手中半心不变，要知道该恨谁，该护谁。他已经不是柳梦离了。你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对不起，让你有了一个孟墨瑶的使命。不管你是人是妖，你永远都是我要保护的。